不是这个都是大小是一样的。我说是拿一块钱跟你这种类似的。长的干。长的。你的确嘛，这种太小了，一嘴儿就吃。给你拿两罐，你尝一下就可以了，哥。啊，你给要给他们带点的。方便面，我应该拿个箩箩啊，喊了。你这等我，我去拿个箩箩来，哥。哎呀，就这等等。我也选了一袋那个黑芝麻，还有大理盐派。这那么大一个垃圾桶，他们偏要装在这里，其他的垃圾桶不用摆，好。三、二、就是上肩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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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肩。这是三一国际礼拜堂，进去以后就看到这个王琦同学，当时他比现在小，然后眼睛看不到。我跟他讲话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，特别的有感恩的心，然后每讲一句话都用小录音机在录我说的声音。我说你为什么录呀？他说，老师，我想记住你的声音。我当时就心里面还有点感动。我说你唱首歌给我听吧。刚好教堂有一架钢琴，我就弹着。他就唱了一首叫做《阳光总在风》，哎，唱的还挺好的，声音清脆，然后，很直白，我觉得他可能很喜欢，他自己很喜欢这首歌。当时唱完，我们周围有好多人听了都给他鼓掌，我也就很喜欢他。然后我跟那个家长说，我说王琦这个事情，您不用来操心了，以后我会帮助他的，我会帮助他，我会一直教他，然后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我也会帮助他。我就是这么，其实也很简单的过程。你是什么时候去偷老板？你是什么时候去偷？我感觉我已经离手指弯就不动了。我不行。按摩。啊？按摩。哎呦。做按摩嘞。你是不是在这里做？不在。喂，喂，阿胖。嗯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折东西。啊？在折东西。是吧？我就不和你讲了，乖乖那个。嗯。我还在想哄小孩呢，我应该不应该这么和你讲话了哈？嗯。你还是看有嘞。你需要就是去练习的啊，能关心吗？你可以喊小小他们带走啊，我忙着拿出来。
等吃到反了再说吗？啊，我的意思是我晓得不是和你这哈了吗？过星期的嘛，也就是说每天你要些都是循序渐进的，你要多做几次才会行得多。嗯，刚好。嗯。哎，我就不和你讲。嗯，拜拜。你还真的是挂得快哦。这个事儿去北京参加那个首届的新艺生在给想想。那些是学校组织，云南省，他代表云南省去的。云南省的盲校区他一个去层次筛选的。我原来的想法是做一个什么婚礼主持人呀之类的，但是现在还没有那个，但是我就想还是先把按摩做着，然后其他的我也兼顾着，有机会有反正就是几条腿走路。那你现在都是泛泛而谈嘛，具体怎么做还是要有个思路吗？你看你什么都能把它，你这几样你都要走的话，你的时间怎么安排呢？啊，只是说，因为这个不单单是说你说出来以后，大家看了以后会有一个什么想法，就是觉得是杂乱的，你的思路也是杂乱的吗？我的意思是这样的，不是说我跟你说说，不是说是你刚才说的不好，而是妈妈的意思是你的思路了嘛，你想的很多，但是呢每一件事情没有把它挪到实处来做，真正能够做出效果来了嘛，是需要精力和时间的。你要把这几样都能够做好，真的不容易，这个是可行的。你既然要把推拿按摩做好了嘛，口罩上沾到了毛了，在这边选到晒一个晒分钟太阳了才敢买菜。来，跑垃圾。哎，跑垃圾。你老是想吃我跑垃圾的，应该。我哪看你想吃跑垃圾了？你怎么跑上你都不动？跑垃圾。吃好了辣子。好，要不要钱？好像可以要呀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让你说不懂。你不喊了，我想到现在你感应得到我吗？小不懂嘞。哎，是小不懂啊。是。喜欢做手工吗？手工还好吧，就没事干的时候才会偶尔。的话，喜欢做手工，主要就是因为我从学校里面毕业之后没有办法工作，
没有地方工作，我去按摩店里面待了8天，结果就拜拜了。我每次都生病，去5天生病回家了，去3天生病回家。还有就是我力气太小了，像他们那些比较熟悉的客人就让我练一下手。我去一个老太太特别瘦，叫我给她按一下脚，他们给她按背，叫我按她脚，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压下去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太太跟我说：“小姑娘，是点力气嘛，该走都没得。”然后我师母在教我，然后我说：“哎呀，我真的好不舍。”我说：“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在按了。”她跟我说没感觉。王倩，把桌子拉着。为了赶时间，我骑车上班啊。我的电动车也是原来一起，我在那工作的时候，一个好心的老师一定要送给我，叫我拿去骑。我那一直我也是不敢骑了嘛，好长时间10多年没骑个车了啊。练了好几天了，后面我才敢慢慢骑着上路。但是后面摔了2-3跤哈。哎呦，摔跤的时候我就想，万一哪天我摔在路上，摔出大问题来了怎么办？那骑在家玩呢？但是哎，等到好了还是那个方便哈，又骑。现在我们公司搬到那个一个很陡的那个山顶上啊，那个坡很陡嘛。哎，我骑车的时候回家了以后，我才心里面有点后怕了嘛，那个坡好陡啊。万一哪天刹车不灵啊，或者我自己有什么身体状况啊，突然出现什么问题，那怎么办呀？那但是问题怎么办？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哈，真的，这些问题我没办法解决呀，没办法。所以在这种时候，人是最卑微的，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是最卑微的。所以我就说我真的是对任何事情，在任何人面前我都骄傲不起来。以前是，从小就是。因为以前家里面比较贫穷嘛，上学的时候也是非常艰难。上学参加工作以后嘛，又是因为户口的问题啊，我们是农村户口，转正也转不了我们。后面又工作单位又改制，又失去工作，然后接着又了7期哈，每一个环节都是真的是在很努力、很努力的想改变，想往好的方面发展。但是就走到今天，就是。撇开很多好的东西吗？这个是我们面对的现实的问题。你觉得待在家里比较舒服，还是待在这里比较舒服？你在家里比较舒服，但是我必须待在这里。我不可能永远都当，说难听点，我不可能永远都当啃老族，对吧？我也不是。是不是
好像没见到你了，我今天给接他。你去哪里接？他在那个湖畔中文小区那边跟一个老师学学推拿。推拿。那我们去在哪点给晓得？哎，在小二腿那边。你走了那么 N 多遍了，你咋还在摔跤啊？把手忙。哦，琪琪。琪琪。哎呀，这个姑娘跑快了，她比你热情点啥？所以我先和她讲话了。哎呀，练得下就会。他们在试这个，他们在试这个。嗯。哎，今天哪个电视哎？等下就会一口了。哎呦，天哪！别搞得那么。这是装的个什么宝贝啊？你听，你真的开始像小猪啊！嗯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嗯，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娘，会口子娘，哎呦，再喊我带你上课看。哎呦，我又上不了课。不看看。要带东西回去不背。你要写东西的时候要带起回去的。嗯。说那么多。猪猪枕头还有被套。被套？哪个被套？垫猪猪。垫被子吧，垫被子啊，被套是这垫的嘛，你还不去回去扔了？是周老师他们让他放去，外公我跟他拿的，拿的对付下的，拿出来拿出来。小红，那你出门你要带盲杖的嘛？你要是带包包头嘛就可以了，走。还是你自己拿到盲杖走，还是我拉你哦？时间呢倒是允许的。我想你多摸几次你就熟悉了嘛，哥好。接着再为大家带来《映山红》，请欣赏。这张照片是他做手术的头一天照片。也是他父亲跟他唯一的一张照片。那个人就是琪琪过生日啊什么的，叫他给孩子照张相，叫都叫不动来。以前琪琪也是好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他说是没意思，每次去买菜都是我带着他走一小段，我就背着他，然后不给他背回来，摔着的真的是像只小猫。妈妈还是把琪琪照顾得特别好。但是其实现在好多人就说好像我把它保护得太好了，所以它翅膀永远都自己练不出来，飞不起来。你这样的身体你能给我是现在这样的状态已经是很好的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们也是通过了很多努力才维持到现在这种状态的，所以你否定这一切的话就是否定我们所做的努力，知道吧？那妈妈真的是就受不了了，我就彻底逃跑了。真的，上次那地方一不小心现在就勾了一小口米的肉。嗯，你努力了，你能够活到什么样的状态？那个就是最好的状态，真的。所以，如果别人给你的设定的东西，不一定是你要的东西，也不是你真的能够得到的东西。你努力了，你得到的时候就是。放进去，别的都忙。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，准备下车。下车时请注意安全。